组合练习，组合动作练习是讲几个长拳基本动作按照一定的顺序衔接起来进行演练，经常进行组合动作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完成套路的能力。这个组合是由弓步冲拳、弹腿冲拳、马步冲拳所组成的，这是一个以弓步、马步、弹腿和冲拳为内容的组合练习，要求动作干净利落，劲力充足，一招一式。这是由绕弓步冲拳、弹腿冲拳、马步架挡、楔步冲拳、踢膝穿掌、扑步穿掌、虚步调掌组成的一个重要的专攻练习，它包括五种主要步型、三种主要手型及几种手法，动作简练，练习时要求姿势工整、规格正确、劲力充足、手眼身法步的协调配合。这个组合是由弓步劈拳、换跳步弓步冲拳、马步冲拳、叉步撤踹腿、虚步挑拳所组成。这个组合的要求换跳步动作连贯协调，弓步转马步要拧腰转宽，撤踹腿高于腰，力打脚跟，这个组合是由踢膝双劈拳、正脚马步架栽拳、抓手摆掌、扑步弓步架打冲拳、踢膝亮掌、大腰步前穿、扑步搂手弓步冲拳所组成的。这个组合的要求弓步架冲拳接踢膝亮掌要轻快稳健，大腰步前穿腾空要高，接搂手弓步冲拳要协调完整。这个组合是弓步双腿掌、伏地后扫腿、穿掌击步分手剑弹、踢膝盘肘亮掌。他的要求是后扫腿扫转要迅猛有力，穿掌击步分手剑弹动作要自然流畅，踢膝盘肘亮掌要稳固。这个组合由踢膝上冲拳开始，击步马步架冲拳、轮背转身前踢腿、转身穿掌缠腿撤踹、穿掌直身前扫腿，这三种腿法的衔接要连贯协调、起伏分明、劲力完整。这个组合是由轮背弓步双腿掌、击响外摆镰、虚步调掌、上步右拍脚、弓步顶肘所组成的。它的要求是轮背幅度要大，击响摆镰接虚步调掌迅速完整稳健，击响要清脆响亮。各组合练习要灵活舒展、起伏分明、协调完整。这个组合是由楔步交叉手、撤踹腿、
部从前，善腰，贴膝勾手，转身礼合腿，工部推掌所组成的。这个组合的要求，撤踹腿快速有力，接工部从前，轻灵稳健，涮腰要圆活柔和，幅度要大，贴膝勾手要快速，提膝过腰贴胸，击响礼合腿迅猛有力，右脚在身前落下，向后退步呈弓步推掌。这个组合由踢膝穿掌、扑步切掌、击步调掌、腾空飞脚、扑步亮掌所组成的。它的要求是，腾空飞脚要迅猛有力，造型优美，扑步亮掌要注意抖腕亮掌，转体成扑步要协调一致，上体挺胸立腰，微有前倾。这个组合由高膝步推掌、轮臂拍地、单排脚、旋风脚、侧步弓步推掌所组成。它的要求是，做旋风脚时，上步踏跳与轮臂要协调一致，旋风脚落地接侧步弓步推掌要连贯协调，迅速完整。这个组合是由踢膝调掌、弧形步亮掌、腾空外摆连、轮背扑步拍掌、踢膝上中拳所组成。它的要求是，行步要成弧形，踏跳时脚尖外展，外摆连腾空要高而飘，击响准确有力，轮背要立圆快速。由前点步亮掌开始，上步旋风脚，直体前扫腿，擦步旋子，坐盘狮子手所组成。这个组合动作高低相间，起伏变化大，多旋转动作。旋风脚落地后，左脚迅速擦步，使躯干拧紧，然后转身前扫一周半，迅速擦步拧腰做旋子，落地时快速转身呈坐盘狮子手。下面介绍一组技巧性较高的组合动作。当你通过基本动作的练习，掌握了一定的运动机能，又经过组合动作的练习，体会到动作间的衔接要领后，就可以进入到套路练习阶段。学习套路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